大家好，欢迎来参加今天我们金明联的这一场讲座哈。那这场讲座是属于我们岛屿的世界瞭望的系列讲座之一啊。那金明联从2020年开始啊，每一年都会办这个系列讲座。那今年呢，是从7月到11月之间啊，都有陆陆续续的12场的这个讲座安排。那我们的讲座分为几个不同的系列啊，包含了这个乌俄战争啊，这个美中对抗的系列。那今天呢，我们是属于第三个系列，是关于中国政情对台策略和台湾民主防卫的系列。那今天的讲题是2027中国建军目标与台湾整体防卫啊。那今天我们这个讲题呢，请到两位讲者啊，这个首先是这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教授，然后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这个所长苏子云苏所长，是各位老师好，大家好，是。那今天就是要请两位专家哈，分别跟我们谈今天的这个关于中共建军目标的主题啊，尤其是这几天才有新闻啊，说到这个习近平这个有一个2027年要解放军做好武统台湾军力的准备啊，这样子啊，那想来今天的题目是特别有意义啊。那我说明一下今天的进行的时间啊，我们从7点钟开始，预计啊到9点钟啊结束啊。那这个分别会请两位讲者呢，大概用40分钟的时间跟我们做说，然后10分钟的时间来做问答啊。不过这其中的时间仍然是有弹性的啊。那首先呢，我们就请丁树范教授帮我们主讲，谢谢。OK 啊，感谢主持人，也感谢邀请哦，那么让我来参加这个蛮有意思的活动哦。那么所谓刚刚主持人已经讲，就是2027年，当然这东西牵到中国内部到底要怎么处理台湾问题，时间点怎么设置，等等的问题，这里面当然是有我们外界不了解的一些状况啊。那么很多的东西也是从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分析推断这个推演出来的哈。那么所以同时呢，这里面除了这个2027对台的军事动武以外，我个人觉得那是一个很复杂的一种状况。所以复杂状况就是说习近平为什么要比如说选定 2027,2027 对他有什么意义，那这里面当然牵到所谓的他的也许牵到他的所谓政治的正当性，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以及所谓的这个文武关系，这个军队跟政治的关系等等哦。那么这是一个层面，那当然还有其他层面，比如说中国建军的一个发展的状况，军力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那么这个程度是不是足以来这个发动对台湾发动大规模的这种进攻，那么在发动对台湾大规模进攻的时候，他们怎么去考虑美国因素等等，那么这个东西整个讲起来，我相信可以大家都可以了解，这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议题啊。我今天其实到针对这个所谓2027或等等，那么我们台湾其实最近有非常多的讨论，特别是李喜明前总长最近出了这本书以后，对于这个台湾这个所谓防卫的问题呢，让台湾的讨论其实我觉得带到一个非常具体的层面，就是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具体来处理，让大家非常这个面对现实来处理这些问题啊。那么所以我想了一下，就是说我觉得我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所以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看中国整个国防工业发展的角度，因为你不管对台发动什么，不管是战争或封锁，你都要武器装备载台，那么这些载台的好坏
牵着影响到他整个战力的状况，以及他的这个这个他怎么去执行对台的这种军事威胁，或是等等哦。所以，也许我从另外角度就是说回顾一下，就是说过去70年好了，那么当然也特别是在过去习近平。从2017年开始强调军民融合，那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啊。所以我想，基本上我今天的重点就是说，可能我的角度就是说，摆在中国整个国防工业的一些发展。那么苏子云可能会谈谈这个实际的这个武力犯台的考虑等等啊。那么基本上国防工业那是一个范围非常广泛的工业啊，因为。我们一般讲说有电子产业，有纺织产业啊，可是呢，我们讲国防工业，它是一个范围非常广泛的。因为什么？因为，军人需要穿的衣服，那是跟纺织有关的啊。那么，这个武器载台，那牵到材料工业啊。那么，资讯的话呢，当然牵到整个电子工业，或是这个资讯产业等等。所以，其实国防工业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产业啊。这个习近平有讲到，就是说在2049年要把中国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啊。那当然，习近平并没有讲得很明确，所以世界一流在他心目中是怎么定义的问题。那当然，可能有一个坐标，参考坐标呢，当然就是指美军了啊。那么到2035年要有达到现代化，那么2027淡水建军百年啊，那么这是一个所谓的。他们发展的这个所谓三步走的阶段啊，不管几步走，其实国防工业是所有这些几步走的一个基础啊。就像我刚讲，就是说，你没有好的这个武器载台，那么你没有办法去有效的来对抗美军啊，那么也没有办法来这个有效这个掌握制空制海，来有效封锁台湾等等啊。那么所以国防工业真的是一个也就是说它能够发展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载台电子装备呢？其实是各种各样的装备，其实是它执行是它整个战力的基础啊。当然，你除了载台以外，我们知道就是说你要这个好的人力训练去操作这些载台。我们讲联合作战呢，但要有这个人力的训练的问题啊。那么当然还有所谓的这个很好的所谓这个作战的战略等等啊。那么所以那个总的讲起来就是一个人力加物力的运用啊。那当然还牵到我们讲的更广泛一点，还牵到后勤维修等等啊。那基本上，我把中国的整个国防产业大概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大阶段当然是指1949年开始，也就是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到了大约1979年这个30年当中啊。那么这30年当中，基本的经济环境就是因为，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坦白讲，中国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的啊。那么没有好的工业基础，没有好的制造业基础啊，那么经济因为不管是长期内战或是这个日本侵略的结果呢，那么经济的这个规模也都是不足的啊。那么相对来讲，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从1949年，毛泽东就讲述说一面倒就是要这个完全倒向苏联啊，那么，所以基本上从1949年到1979年呢，那么中国是采取一种苏联模式的方式啊。那么，不能否认，在这30年当中，中国的确建立一个，产业非常广泛，从航空、太空，中国叫航天啊，到造船啊，到这个一般的所谓的这个他们叫兵器工业，但是指制造坦克、大炮、步枪等等啊。那么，还有电子业，那么基本上。在这30年里面，中国的确是透过仿造的方式呢，有建立一些这个工业在那边。可是呢，我们知道就是说，中国这个整个制造业的基础在当时是非常的差哦。那么虽然他们叫做门类齐全，就是什么都有，从这个天上飞的到这个海上跑的，他们叫门类齐全，还有地上跑的像坦克车。都有，可是呢，基本上品质是制造很差哦。那么
这个产业从这个时候的产业，其实基本上是完全模仿苏联产业，所以计划经济哦。那么计划经济里面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说通通要自给自足，也就是说，一个军舰或是一个航空制造业里面，从这个机身这个材料的研究到机身到机用的电子，哦，到这个飞机这个所谓的轮胎，通通是要由这个航空制造业自己来自给自足。那么在这种形势下，便是说会产生一个什么后果？也就是说，基本上并没有所谓的产业分工。所以产业分工意思就是按照现在，资本主义、市场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就是说我擅长制造轮胎，那我把轮胎制造好，然后把轮胎供应给福特汽车公司，也供应给这个沈阳飞机公司，让他的这个沈阳飞机公司只要集中做最后的组装就可以等等了。也就是说，在这种计划苏联式这种计划主义经济体制之下呢，基本上是没有社会分工的啊，一个工业体系。从一个小的零件到最后的组装，通通要自给自足，那么来把它做起来。所以在这里面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说，重复的建设是非常多的啊。也就是说，航空工业有做电子工业的啊，造船业也有做电子业的啊。那么这东西都其实变成一种重复投资、重复浪费啊。那么同时固然看起来每一个产业的基础规模都非常大，比如说航空工业呢，在1980年代，他们雇佣的总员工人数可能超过60万，可是我们如果把这60万，仔细的摊开来看的话呢，除了，就是说这种所谓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呢，它除了从研究发展到制造，它要这个要完全这个自给自足以外呢，它甚至有自己的所谓的大学，有自己的所谓的这个中学，有自己的幼稚园等等，也就是说，开玩笑一点，就是说从出生，到死，那么也就是说整个产业几乎是全包了啊。那么，所以这种产业坦白讲是高度的没有效率的啊。那么，那这个是从大约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当时的状况啊。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1979年，中国经济基本上几乎是要崩溃的啊。那么，这是为什么邓小平要开始改革开放一个主要的背景啊，就是说，经济基本是要崩溃的时候，邓小平必须要想办法啊。那从1979年开始，随着整个中国经济改革，那当然也影响到中国的整个国防工业体系改革啊。那么，邓小平当时提出一个口号，所谓的这个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民养军啊，这个以军等等啊，那么，其实总体讲起来，其实就是多角化生产，也就是说，因为邓小平我们知道，他所谓的四个现代化里面，国防工业、国防现代化是顺序排在最后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势下呢，坦白讲，他们的军队不需要那么多的武器装备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势下，邓小平想就是说，让这些不管是飞机、大炮，或是兵器工业，多余的产能把它释放出来，来制造名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就是说当时的这些国防产业，也跟民间的企业，坦白讲是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民间做汽车，他也做民用汽车；民间做摩托车，他也做摩托车，等等等等啊。那么基本上，其实坦白讲这是一个摸索的过程啊。那么，因为中国过去，我刚刚讲前面30年是计划经济体制哦，所以从来没有走向，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市场体制的经验。社会要怎么分工？不管是这个沈阳飞机公司，它要做汽车，或是这个在重庆的这个做步枪的厂，它要做什么样的这个民用产品？坦白讲，他们都没有概念啊，那完全是摸索，随便在摸索到这个，看到什么赚钱就做什么。我基本上，所以这20年当中，也就是从1979年开始到差不多到2000年以前，基本上中国是处于完全是处于一个摸索状态。一方面把多余的这些产能释放出来来做民用产品，然后呢，怎么样来这个把核心的这些制造能力或研究能力把它保留下来啊。那么，所以基本上这20年是一个高度实验的一个阶段啊，那么基本上我把它叫做多角化生产或多元化生产。
那么到了差不多2000年开始，那么中国似乎逐渐摸索出一个道路出来了。所以这摸索出来道就是说，他们也一方面去研究西方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这些国防产业，他们怎么去做分工哦，那么怎么去做管理等等哦，那么他们发觉就是说，美国的这些不管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或是雷神公司，或波音公司，第一个都是股票上市的哦。那么可以从这个资本市场会获得大量的资金，然后来做他们的研究发展。那么所以从2000年代年初开始哦，那么他们也开始把一部分的这个国防产业、国防工业的这些工厂把它上市哦，当然是从一个比较不敏感哦，这个最核心的，比如说像沈阳飞机公司或成都飞机公司这种做最后组装的，那么它一直到最近才开始要所谓的上市哦，那么也就是说一开始把这些最不敏感的这些企业把它上市哦，同时呢也开始做这个把生产跟研究的这个把它整合起来，在过去。生产跟研究是彻底分开的，那么他们也透过整个制度化的调整呢，把这个生产跟强迫这些研究部门，跟生产部门整个结合起来哦。同时呢，他们也开始采取一种逐渐采取试行这种竞标制度啊，就是说，采取一种竞争的关系啊，比如说像中国的载人航天就是这种登月这个哦。基本就是，所以921计划呢，基本上就是从一个建立一个竞争制度，就是说，当他要发展一个大计划的时候呢，那么他们鼓励各个跟国防工业有关的这些部门来竞标哦，那么同时采取这种淘汰的方式，公开竞标淘汰的方式哦，选出一个最适的方案等等哦，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在制度上做了蛮多的调整哦，同时呢。把供应方跟需求方彻底的分开来，那么比如说这些沈阳飞机公司就变成完全是一个供应商，那么当然解放军的空军是变成一个需求方，那么透过预算的这个编配呢，那么让解放军空军掌握了预算，透过预算来控制这个沈阳飞机公司，这个让他们不管在研究在这个研制飞机或者在交货上呢。让空军可以有完全的掌握权等等啊，那么所以的确就是说他们做了蛮大的调整，也就是说从大约从2000年开始这十几年当中，的确是做了蛮大的调整哦。那么这个调整逐渐的成型以后呢，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时候中国其实已经逐渐摸索出就是所谓的这个国防工业体系应该这个体制应该怎么运作了啊。那这个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可以看，就是说，大约从2000年以后，中国有很多新的这种武器展台出来啊，不管是歼十啊，当然每一个这种武器展台，它的发展过程不太一样啊，歼十是一类的啊，歼十一是另外一种啊，歼十一跟歼十六，这个海军的也是啊，这个不同的这个船舰出来了。那这里面当然也牵到，就是说，一方面他们也投入了很多的这个资源去做研发，但这里面也牵到，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就是中国做的很多的船舰呢，跟美军现在船舰坦白讲都非常的像，战机也很像哦，所以这里面坦白讲，是不是也用骇客的方式去获取很多？我们也可以看，就是说。在过去几年，美国的 FBI 的确是抓了许多这种中国出去在美国工作这些华裔的这些工程师啊，那么他们偷取了很多这种技术上的东西，那么把它运回中国啊，那么让中国可以来发展等等啊，那么基本上一方面就是说中国的确在调整它的制度，一方面当然的确是透过这种也许一种比较不正当的方式啊。那么来获取这个很多新的技术啊，到了2017年开始，习近平开始强调军民融合，但我必须强调就是说，这军民这个融合它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啊，也就是说，从邓小平时代就开始，邓小平叫做军民结合，可是呢，具体要怎么做，坦白讲，他们真的不清楚。
那么一直到了第二个阶段，我所谓的差不多2000年到2015年左右呢，那么他们开始比较了解居民结合要怎么做的啊。那么我刚刚讲就是说，也开始开放过去不管是飞机、大炮、坦克，通常是必须要由这些传统的这些国防承包商来承做。那么大约从这个2000年中开始啊，2005年以后大约了啊，他们也开放让一些民间的这些承包商来做一些不敏感的这些武器装备的零配件啊。那么也就是从一些最不敏感的开始，那么敏感的东西还基本上还是由这些传统的国防工业产业来垄断的啊。那么军民融合呢，其基本上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啊，从邓小平开始强调的军民结合，到后来这个胡锦涛时代，到经过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呢，那么逐渐摸索出这个路以后呢，那么习近平似乎想要更进一步啊，那么为什么会有习近平为什么要更进一步？因为主要就是国防工业在中国坦白讲是被这几个大的这个完全是垄断住了，那么不管是做 IT 的这种资讯的或者等等，那么基本上是完全被垄断啊。也就是说，社会的这个资源呢，总体来讲，社会的资源跟社会的专业呢，不太能够被引进来啊。那么这是为什么习近平要设法去大力去突破这一点啊？那么，我觉得很有趣一点，可以看几个例子啊。那么当然，我必须强调，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例子都是有限的啊，因为中国公布的还是蛮有限的啊。那么对很多敏感的东西，他们也不公布啊。那么所以我们这边所能看到，他们都是蛮有限的啊。比如讲他们的军改以后的装备发展部，大概每年会办一个这个所谓的这军民融合的这个一种活动啊，那么鼓励社会各个层面的人提出一些构想，那么然后呢由装备发展部来筛选，那么看怎么样这个找出一个对让民间的这些这个产品可以用到军方来啊，那么这是一个他们等于是定期在处理的一个工作啊，那么来促进这个军民融合，也就是说把社会的整个这个资源啊，包括社会的这个知识财产权也把它纳进来哦。那么同时呢，他们民间也鼓励所谓这个中小企业有这种说独角兽的发展哦。那么但这里面很有趣的就是说，到底他们独角兽被归类为独角兽都可以得到很多国家的补贴。那到底这独角兽怎么选拔？坦白讲，我不知道，我只是从媒体看到。从某个角度来讲，选拔独角兽的确是有助于这个中国整体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哦，也许涵盖不同产业哦。可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你这个选拔的过程是怎么样？你如果是由这个创投业者来选拔，坦白讲，可能它的绩效会比较好。如果是由官僚来选拔，那么这里面往往可能会被政治扭曲啊，所以这是一个。这个东西还值得我们进一步去观察了哦。那么另外呢，比如讲，前一阵子，中国公布了一个照片，就是他们用这个自己做的用这个电池这个发动的飞机啊，等等啊，也就是说，中国开始有我。当我看到这图片的时候，我的直觉就是说，啊，中国现在特别是航空工业部门有蛮多的资源可以用，那么他们有闲钱可以来做一些创新性的东西哦。那么，这些创新性东西看起来是没什么，可是呢，当你逐渐累积以后，也许就会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而且可以用在军事上用途的这个跑出来哦。所以，像这些东西来讲，我觉得就是说，这些东西可能就是说，习近平在推动这军民融合呢，是一些有趣的变化了哦，那么值得我们去参考哦。那另外一方面，可是就我个人所看到的，就是说，习近平的军民融合也不见得那么的顺利啊。比如讲，他们对很多的这个，这种他们简称叫军工科研院所，
就是说，属于国防工业体系里面是跟做这个军品的研究发展有关的哦。那么他们想要把军工科研院所呢，经过分类以后呢，让它这个把最核心的东西还是把它保留下来。所以保留下来就是说，完全是由国家来直接投资，国家预算来直接来负责来养它。那么，比较不技术上比较不敏感的，那么把它释放出来，让它走向市场化，希望透过它能够发展一些名品，然后市场来养这些研究部门啊。可是这个部分，我觉得中国基本上目前是停顿的啊。为什么？因为目前中国整个经济走下坡以后，产生了对未来产生高度不确定性，而当你这些研究所啊，这个要从过去他们叫公部门转向私部门的时候，这里面会产生资源上的问题。比如讲，当你过去是公部门的时候，地方政府要完全来支持你，不管从水或是电，乃至于土地各方面的资源，地方政府一定要来完全无条件来支援你。可是当你变成被释放出来，变成一个营业部门以后，那么地方政府就可以不要来支持你，不管是从水电或是各种公用的设施哦。那么，可是当中国经济走向一个放慢，同时未来产生高度不确定性以后，很多这些研究所他们就变得非常的犹豫不决，而不愿意这个走向所谓市场化哦。那么，这个是我自己看过很多资料以后呢，做出这个结论哦。那么也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部分可能会面临比较失败，但这失败并不影响。为什么？因为很多还是要由这个国家的预算来做投资的哦，等等哦。那么至于所谓上市的部分，可能也会面临一些困难哦。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讲过，就是说，进入21世纪初的时候，中国的确是做了很多的实验，让很多比较不敏感的这些国防工业企业上市啊。那么他们的确从资本市场获得了这个大量的资金，可能有到几千亿啊，可能有至少是3000亿人民币啊，大概可以有这么多。因为我们知道，第一个这个中国人的储蓄率很高啊，那么同时中国当时经济在快速成长哦，那么在这种形势下的话，那么这个很容易从市场取得资金哦。可是当整个中国经济放慢以后，同时未来产生一个高度不确定性以后呢，那么这个部分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也就是说，在习近平强调军民融合几个要项里面呢，很多还是要他打算把一些比较敏感的这个企业呢，把它上市呢，目前我个人觉得可能还会面临很多的要从资本市场取得大量资金，可能变得不太容易了哦。这个是也就是说习近平整个军民融合部分呢，基本上我把它归类为就是说有成功有失败的哦。那么我们可以看就是说中国现在强调说，他下军令像下饺子那么快哦，那么基本上，我觉得，到了2025年可能是一个观察阶段。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整个中国所谓的中国很强调用5年计划哦，也就是说，他们很多国防预算呢，也是配合这5年计划。也就是说，在未来5年里面，那么，大概要给国防部门多少预算呢？那么等于就是说，在5年以前就已经差不多，都已经差不多决定了。那么只是在未来的5年，每一年你个别要用多少，那可能要由中央军委自己来决定啊。那么所以就是说，现在今年是2022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5年计划来讲的话，到2025年，中国可能就是一个这个阶段啊。当然可以看就是说，在差不多2个礼拜以前。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一个图片，就是中国有4艘军舰，还有5艘军舰同时在建造啊。那么，相对来就是说，美国这个建造的这个军舰的速度是非常的慢啊。那么也就是说，到了2025年以前，我个人的认为就是说，因为以5年计划来讲，
未来到2025年以前要造船或各方面预算，其实大概都已经拨定了。那么对于解放军这个，不管是海军或是空军，要造做新的战斗机或新的军舰呢，基本上问题不大了啊。那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看2026年开始，他们的预算会有多少？他们说还是能够那么大量的、快速的在造军舰哦。那么，这是一个观察点哦。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说中国造的这个不管是军舰或者飞机呢，其实跟美国都蛮像的啊、哦。这个至少从外形看起来啊、哦。那么，也就是说，这里面当然就是说，中国可能的，就像我感觉，可能用一种不正常的方式，去获取很多，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这种西方的技术啊，让他们能够怎么讲这个，快速的模仿啊，那么建造很多的军舰啊，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经过这个改革开放将近到现在差不多40多年，那么其实坦白讲，中国的模仿能力可能真的是蛮强的哦。不要说军舰，其实很多新的东西，只要西方一做出来，中国大概隔年就可以很多可以模仿起来了哦。所以就是说，中国现在整个模仿能力其实真的是蛮强的。当然，它模仿以后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得像西方那么好？比如像最近的歼二十，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说到底它的涡扇引擎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那这里面当然我们从外界来讲，都不是很清楚，但有很多的这些讨论，他们自己内部讨论。那么也就是说总而言之，我个人就是说，他们可能在模仿方面基本上这个能力还应该大概是蛮够的。当然就是说，模仿是不是真的能够，不管是透过这种仿造的工程啊，那么能够真的像做得像美国的一样的好，甚至更好，我们不知道啊。这个很多东西可能真的要实战起来才知道。那基本上我还是对于就是说中国的这种社会主义还是有点某种程度有某种程度的质疑啊。为什么？就是说举例来讲好了，就是说苏联解体以后，有一个瑞典的国会议员有来过台湾访问，那么我有跟他聊过，那么他当时有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要我猜猜看，在冷战时期苏联王牌的战斗机米格29，它引擎的寿命有多少小时啊？那我当时就是以因为这个国会议员他曾经是这个执政党，那么他也干过当时执政党的这个国防部长，后来他的党选输了，所以他就变成这个阳春的国会议员了哦。我当时讲说，我们就以5000小时来算，他说没那么好，再往下降；我说3000，他说还没那么好，再往下降；我说1000，他说甚至1000都不到，大概只有800小时哦。当然，我相信就是说，中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他们对于材料研究也花了很大的功夫，哦，那么我相信他们对不管在材料研究上或把材料用在引擎上，那么的确是应该会下了很大的功夫，至少寿命的时数应该会增加蛮多。可是有没有办法真的增加到像美军那样子？我觉得基本上我还是有点质疑啊。总而言之，结论就是说，到底他们是真的能够仿造的像美军的那么好，那么我觉得这东西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我们去进一步观察的地方哦。那么也就是说，解放军的整个国防工业能不能除了仿造以外，是不是能够将来再扮演起一个领先的角度啊？那么能够超越美军啊？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就是以中国的整个产业发展来讲，就是说，中国仿造能力很强。我刚刚讲，像比亚迪能够做电动车，可是呢，我们知道，就电动车能够把它发扬光大，基本上还是美国啊。很多的产业，不管是电动车，或是页岩油，或是 3D 印刷，很多很多啊，这个基本上都是从美国先发展出来的啊。那么，中国才跟进啊。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军方部门是不是能够那么大胆的，像
美国的决策，美军的决策者那样，就是说采取一种大胆的方式，一种创新的方式呢，研发出未来的下一个世代的武器呢？我觉得，目前基本上我对这个呢还是稍微有点保守，因为这里面牵到文化的不一样，从这里面不只是文化的问题，还牵到就是说人事，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人事问题？比如说，你的研究发展如果失败了。你在官僚体系负责这个项目的人，这个计划要不要被惩处，还是，应该继续给他奖励？那么在东方文化底下，他很容易就被惩罚哦。那么，可是，在西方里面，这个东西他不一定会被惩罚的。为什么？因为很多新的东西，它的研究发展本来就有高度的风险跟不确定性哦。那么，就像美国现在新的福特号的那个航空母舰一样哦。那么，他想要电动弹射，那么有很多全新的东西，那么虽然造好以后，到现在还并没有真的具有，完全能够具有充，完全具有战力啊、哦。那么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就是说官方要还继续投入大量的资源啊、哦。那么到底中国在整个处理人，至少从不要说资源投入钱，至少就是说处理这个人事问题，中国能够来接受这样的风险？那么，坦白讲，我基本上我都是有点迟疑的哦，所以我想我的部分我是不是就先暂时讲到这边？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我非常欢迎我们等下再继续讨论。我就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好，谢谢丁教授哈，为我们从这个中国的国防工业发展的进程啊，跟这个到2027年的展望，来跟我们谈，就是中国在2027它可能发展到的这个进度啊，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请苏所长来为我们主讲，谢谢。我想那个如果各位线上有对这个丁教授的这个演讲呢有什么提问的话，我们在后面30分钟的时间一并来提哈。那这个是不是就请苏教授苏所长来为我们进行您的演讲？哎，子云，你在哪里？Hello，哎，Hello，主持人子云，现在该你。好，是丁老师，哎，不好意思，我这网络有一点小小的问题，那好在我已经跑掉了。我来设定一下。好，那主持人还有就是丁老师，还有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不晓得现在这样画面看得清楚吗？可以，好清楚。，OK，好，谢谢各位。那各位先进老师，就是我大概来那个分享一下今天就是。关于这个主题，2027中共建军，好，那还有台湾的这个防卫，我想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在谈的是军事，其实在谈的是文明的那个竞争，哦，你要过威权主义的生活，还是说比较符合人类的这个就是自由跟民主，毕竟就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至少就是要免于恐惧的自由。哦，那中国在最近一连串的这个举动，包括说要在对台湾再教育啦，然后要派官员进驻台湾，派解放军进驻台湾，这些说法，我想都是一种很具侵略性的一个言语啦，更不用讲。中华民国1911年就设立了，那中共是在1949年才成立所谓的他们的人民共和国，只要是冠上 people 的人民的，通常都是不是以人民为主，那当然就是还是要就是厘清一下，就是说
北京一直在指责台湾，就是 blah blah blah， 就是什么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等等。但是其实这是偷换概念哦，就是不管你从合法性或正当性来讲，分裂中国的就是中国共产党。1931年第一次分裂中国，那时候是叫做中华苏维埃苏区，有他们自己的货币啊，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的宪法等等的。那1949年就是整个武装颠覆中华民国了。所以我想这个认知要可能要先区隔出来。我想不管统独，但是至少就是这个中国他们的说法，我觉得是一种偷换概念。台湾从来没有把中国当作敌人，是中共把民主当作敌人，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本质。那当然这就会涉及到这个最后的最激烈的就是武装去改变现状，也就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用武力去就是想要推翻中华民国。那现在他一样就是在2027年他所谓的建军百年的时候，加上刚才丁老师说的他进行一连串的军改，然后一连串的5年计划等等的，那结合就是民用的科技，那部分转为军用，他到27年的时候就是会拥有比较一个完整的一个作战能力。那其实为什么大家会突然对于这个就是中国可能会武力犯台的议题会更认严肃的去看待，毕竟1949年之后中国就是说要武力解放台湾，他们用解放这个名词，我觉得当然也是那个一种就是占便宜啦，其实他们自己才要需要被解放。那在讲了73年到2022年了，那就是因为今年俄国真的就是入侵了乌克兰，就打破了很多早前就是一些不管是国际政治的一个就是专家或者是政治人物等等，想用这种所谓比较就是经济的手段去改变对手的这种敌意，可以说是一个整个破灭掉了。就像97年的时候，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白纸黑字写说帮中国发展经济，叭叭叭的，大家都还记得那时候，好像是北京先入市，还是台北先入市，还吵了个半天。无论如何，那时候就是克林顿政府是，我是称之它为是一个和平的中国梦，就是希望透过经济来改变中国的体制，然后也许幻想说。中国共产党就会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他们叫 peace evolution， 和平演变。那当然97年也是香港回归所谓的祖国的，这是香港大宪。那过了20年之后，川普总统就说不可能，反正你让中国每年赚美国将近4000亿美金的顺差，他也不会去改变他的政治体制。而且来威胁邻国，又用西方科技去监控民众，所以才一连串下来，到现在，就是科技战、贸易战，还有军事的围堵，加上拜登总统4次说要协防台湾，所以我们现在谈的不是飞机、坦克、大炮，而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lifestyle）。我想这一点是最重要的。那待会我很快速跟各位就是分享，就是说，我们会谈2027年中共大概会有什么样的能力。不过我花一点点的时间，就是先把背景给那个简单的那个报告一下，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厘清整个这个样貌。好，那第一个谈的就是说，大概我们谈的一些内，待会分享纲要，就是世纪的竞争，当然就是从美中的这个关联性来看的话，他们。对于这个就是战略结构的一个转变，当然就是从韩战开始，就是美中开始在华沙做大使级的这个接触，巴拉巴拉巴拉的。虽然他们没有那个建交，还是会再做一些对话。那接着就是越战，那越战的时候，冷战还是很热闹的，所以当时美国开始就是想要拉拢中国去制衡前苏联。无论如何，就是如果中国变美国战略伙伴，那么前苏联就会减轻
在欧洲的驻军，那北约也就减轻了军事压力，这是当时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后来就是台湾退出联合国，然后接着就是美中建交。那在这个雷根总统时期，还是有一个和平的中国梦，就是还把飞机的引擎，就是卖给中国，变成他们现在涡扇式发动机的那个前身，这是他的这是前世今生哦。那他在继续的延改，叭叭叭的。那无论如何，就是雷根总统时代，就开始对中国就是开始有一些军售了，包括现在两岸都有用 S 拐洞西的直升机，也是当时卖的。那美国当时会就是把一些军备卖给中国，就是希望扶植共军的这个力量，那这样子就可以对前苏联有更多的这个就是制衡。那其实依照公开资料来看，当时美国还打算把手上的王牌战机 F-14， 就是阿汤哥第一部电影的那个熊猫战机卖给中共，中共也派了人去就是诺斯洛普的原厂试飞，这些都有公开资料。还好当时雷根总统政府里面还是有人强烈反对，所以才没把美国的王牌卖给中国。那当然这个熊猫战机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卖给伊朗，那就是巴勒维时代，美国也是为了稳固那个就是伊朗，所以卖了 F-14 战机给他，这个称之为被戏称为就是波斯猫战机。那如果卖给中国的话，那可能就变成那个红猫战机了。好，那接着就是老布希总统那时候之前就是。在波湾战争之前就天安门事件，所以美中关系开始有些改变了。那一直到克林顿，就是到了1997年，克林顿那时候的名言就是说笨蛋问题在经济等等的，所以又回到经济问题了，又开始要扶持中共。尽管天安门事件的一个发生但是西方国家是希望透过经济力量去改变对手，就像他们想象的就是经济拖垮了前苏联一样。那到了小布希总统就是当选的时候，那时候他在也是好像也是 CBS 的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主持人问他说会不会协防台湾，小布希总统也说 yes 会，那即使是台湾独立他也会协防台湾，那所以在当时他就就任之后就对台湾八项军售，包括现在我们说 P3C 啊、爱国者3啊、还有潜舰等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大概就提出来了。那台湾内部当然是因为有不同的意见，所以那些军售都拖了很久。那当然就是在911事件之后，整个格局又改变了，美国变成反恐为主，所以抑制中国从陆权走向海权这件事情就延宕了大概将近就是17年之久。那这样一路走过来就变成我目前看到的这个状况。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美国国会就已经有那个报告提出希望建议美国海军把大西洋舰队跟太平洋舰队的比例拉到大概是6:4，也就是从以前重欧轻亚，然后随着中国就是会走向海权的一个就是战略道路。因为当时各位都还记得，就是现在他们辽宁舰当时在乌克兰，就是瓦良格号一路要从乌克兰的黑海走波斯布鲁斯，在地中海这样绕一大圈回来，美国会挡很久。无论如何，就是那时候最后还是拉回去中国大连造船厂去进行改造所谓的海上赌场，当然现在就变辽宁舰了。那就是在美国的政府内有人认为说中国总就会走向 sea power， 所以一定要阻止它。后来随着就是变成反恐战争，所以阻止中国走向海权的事情又变成美国到陆权国家去打了反恐战争，包括阿富汗还有后来的就是伊拉克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等等的。那直到奥巴马政府就是在2012年左右才开始有讨论说重回亚洲啦，亚洲再平衡等等的，那最后由2017年就是就任了川普开始实施。 OK， 那其实现在川普政府把太平洋就改成印太司令部之后，太平洋司令部改成印太司令部之后
就是把这个印度洋跟太平洋给就是等量齐观起来，其实是一个海权的思考啦。那除了美国印太战略，中共也有说他所谓的印太战略，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讲，印太战略当然最早是日本的固首相就是安倍所提出的概念，那美国后续就是把这个列为他正式的一个就是区域安全的就是部署的架构，或者称为现在拜登正式把它列为印太战略。那中国印太战略就是想要打破新的出海口，就是突破马六甲海峡，因为那边中国的邮轮啊，还有就是对欧洲的贸易，非洲的贸易都要经过那边，是一个软下腹，所以他们拼命在中南半岛那边就是用一带一路等等的叭叭叭的就是想要在印度洋有个新的出海口，那再拉油管回到那个云南过去，这样子可以减轻就是对于海运的这个依赖那接着也是有它铁道战略，就是所谓的中欧铁路等等的就是就有一件事情，它就是要减少对这海运的脆弱性的依赖那美国的强势回归，就是刚才跟各位报告了，就是在川普总统就任之后，开始对印太战略提出一些构想那其实我的观察是，安倍前副首相还有美国这个印太的这个架构的思考，其实就是应对中国的两洋战略，也就是太平洋跟印度洋，所以可以把它称之为中共的这印太战略。好，那接着就是到了2020年代，就是川普的后期疫情开始爆发等等的部分，所以可能就大家又忙着去防疫了。那中共的军事活动也暂停一阵子，美国的林肯号航舰在越南染疫之后到关岛就是做这个停泊的时候太平洋出现了 一小段的真空时间，也就是没有美国的航舰在西太平洋区域唯一艘雷根号在就是日本做维修所以短暂出现了三四个月的空档，由美国的就是两栖攻击舰美利坚号这个就是搭上 F-35 变成小航母，变成唯一一艘就是美国有航空战力的一个船舰那这时候中国的山东号跟辽宁号就那个出来啪啪照了就等于开始就是比较频繁的就是进行这个从宫古海峡再绕经台湾东岸的这个航线。那台湾，那接着我们谈的是一个台湾的战略评估，也就是怎么应对这样的状况。OK， 好，那美中战略转变，这刚才跟各位报告过了，就是从韩战、台海的那个危机，还有就是所谓的第七舰队开始协防台湾。那接着就是美中华沙会谈等等的部分。那接着第二大阶段就是联中制俄了，就是开始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美中建交等等磨合期，就是雷根总统对中共的这个军售那接着到天安门事件等等这一系列的扩大与交往 （enlargement engagement） 就是刚才报告那个克林顿政府，希望可以对这些威权国家用，也许他们认为这是有教化的可能所以就是希望用经济去改变他们。那就是 peace evolution， 和平演变。接着是战略合作期，因为九一事件就是阿富汗战争这个反恐的这个就是作战的需求，所以对于北京就是对于中亚的一些可能的影响力，美国就开始跟中共采取比较密切的合作。这从小布希总统就是刚就任到中间还有到后期的时候，都看得非常清楚。那最后就是现在的战略围堵了，这种复合型的围堵。OK， 好，那中国的印太战略，我们可以这样讲，基本原则就是把它定调成富国强兵走向强兵富国。富国强兵就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他南巡巴巴巴的当时他的一些内部文件就是。就是很明显的说国防的活动一切要服膺经济就是先把就是中国做成小康那预估2020年大概可以到达小康的一个阶段这是他们的一些就是规划啦
那现在习近平说共同富裕，但是看起来好像还是比较那个就是牵强一些哦。那习近平就任2012年之后，的确他是走向强兵富国，也就是借由这个军民融合一些军事的需求来拉动一些就是产业跟科技的发展。因为他就任的时候，中国的造船业跟全世界一样都陷入不景气，所以就开始就是借由这种军用船舰的建造，满足国家的这走向海权的需求，同时维系住这个造船业的存活。当时中国造船业顺口溜还挺贴切的，就是不接单等死，接单早死，也就是反映出造船业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性。就造船业基本上要自备很庞大的资金，而且要有银行支持，因为船东可能像买预售屋一样，他不会一次给你钱，他是先给第一期款、第二期款、第三期款，类似这样，这是他们产业的一个特色。所以就是有些船厂满手是那个订单，可是财务还是周转不过来。那在目前看起来，就是辽宁号在2012年交付给中共的海军那他正式第一拥有一艘航舰，就是开始就是走向这远洋那目前算起来大概他们有32艘大型的这种驱逐舰，不管是动55的这种大型最大型10000多吨的这个驱逐舰，或者是比较小一点的所谓动武两 D 这些神盾驱逐舰，还有就是动54A 这些更小一级的这个护卫舰，他们叫做护卫舰，我们叫巡防舰。先讲一下一个岔出来讲一下，动五两 C 跟动五两 D 就是神盾驱逐舰这个有一段是跟台湾的故事有点相关，就是也是在2013年左右，台湾有一个就是做生化家的半导体厂商就是。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产业间谍的那个事件，这在公开资料都找得到。那这种氮化镓就是会决定这个神盾雷达，就是相位阵列雷达里面那些发射的 TR 单元的那个性能那在那个事件过后不久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开始拥有这个动五两 D 型的这个神盾驱逐舰它的特色就是你看它的雷达罩。从 C 型是一个凸起的，也用气冷，那到 D 型，就是变成平面的阵列雷达，跟美国的神盾驱逐舰一样，变成水冷型的。有玩电脑组装的，就是朋友大家都知道，水冷的话会性能会比气冷的来得更好，因为散热快等等的。OK， 这是题外话。那再来，中国就是建立一些海外据点，就是整个地缘的那个部署了。就是吉布地它有一个所谓的补给基地在红海口那接着就是把台湾的邦交国所罗门群岛跟基里巴斯弄掉就是说哎呀要惩罚台湾什么什么什么等等，其实不是的但这是地缘战略的考量。所罗门群岛在二次大战有一个很有名的战役叫做瓜达康纳尔，就是美国陆战队跟日军在那边打天昏地暗就是为了保护澳洲。澳洲的那个就是北部曾经被日本的海军就是航空队就轰炸过达尔文那边那还有基里巴斯，美国跟日本在二战的时候打了一场就是塔拉瓦战役那这些都是二次大战的日本要扩张海权的时候所跟美国的这个军事冲突。那现在对照起来，中国好像在走这个老路那南海争夺这个就就是更不用讲，但是稍微提一下是水下的制海权，因为南海像个脸盆中国的水下舰队第一舰队第一潜艇基地是在北方，那面临的这个就是黄海跟东海一带就是水很浅 shallow water 潜水舰其实不利活动，所以在海南的第二潜舰基地反而是主力它的战略潜舰还有就是核动力潜舰都大部分都是在这一边所以他离开海南之后咻下去就是可能就很难找到他了。这会联动到台湾的巴士海峡，因为这边就是水下走廊，那如果到了台湾东部的那个菲律宾海，那更是潜舰的乐园
尤其是中共的战略潜舰到了台湾东部的话，它的潜射飞弹就可以对美国本土造成威胁，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像稍微连接起来了。那一带一路就是经济跟地缘战略的整合式的，这一点倒是得称赞一下北京，就是他们在整个国家的战略上面是比较完整有系统的，只是说手段太粗糙了，目前看起来就是影响已经慢慢的就变成边际效益递减了，毕竟他干预他其他国家内政的这个样态已经被揭露出来，包括孔子学院啊，还有就是去帮人家盖基础建设，然后奉送后门，包括巴基斯坦国会有中国的公司施工，那也发现后门，包括这次泰国的就是涉及到台湾的这个就是一些情资单位的照片外流，很可能都是资讯基础建设被开了后门，因为泰国那个机场的人脸辨识系统特别去查了一下，是德国著名的公司做的，那德国的公司当然不可能留后门，但是中间连通了一些资讯的基础设施，很可能就是给北京有机会可以去捞取一些资料，那这些都涉及到所谓窃取科技机密，还有之前讲瑞士力，还有军民融合民转军的部分，包括最近美国对中国这个就是 GPU 图形处理晶片的那个封锁，也是就是基于就是避免它转为军事用途。那这里可以稍微在那个就是题外话一下，就是中国的福建号航舰那个电磁弹射器，你倒是不得不佩服它的战略的耐心了，因为这电磁弹射器目前看起来可能会比美国的福特号来的成熟。这是科技术上面可能的一个合理的演化结果，并不是中国它突然有黑科技，而是因为它在国家战略耐心，也是透过这种持续性五年计划，因为它在2002年的时候先从西门子那边弄了一个就是磁浮电车，在上海的虹桥机场，巴拉巴拉的，然后算一算，就是依照他们公开资料看起来，就是这条磁浮线已经跑了大概2300万公里，营运已经20年了，总共累积的里程数是2000多万公里，那经过雨雪风霜，所以他们累积了不少这种磁浮系统的维修，还有数据参数，这对于他发展电磁弹射器是大有助益的，那相对的美国福特号这个电磁弹射器只进行1000多次的弹射，所以技术的累积可能就是比较不足。这样我们可以稍微评估一下说，这个就是福建号航舰，它可能电磁弹射器成熟度可能会比美国来得好，因为磁浮电射跟电磁弹射它其实是同样的一个科技，一辆磁浮电车的车厢可能是在25吨到30吨，就很接近战机的重量，那如果改良的话，就可以弹射更重的这个战机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经济的状况，就是。我们比较一下，就是这个纳粹的模式。纳粹在二战的时候，就是执政前跟执政后，德国的经济的确快速成长。那它一大部分是用这个来投资一些军工的装备跟产业的。那再看中国的话，也是类似的这种样态。对不起，就是左边这里是那个 GNP， 就是。范围比 GDP 更广的部分，08年到18年的时候大概成长了 13.5 倍，那军事的投资大概成长了 8.9 倍。 OK， 当然未来就是如果我们在精算到2027的话，成长的话就是一样是会保持这样的一个量数在跑的。不过再来看美中的这个经济比较，这一点我想就很有趣的，这是那个国际那个货币组织的那个一些评估，还有就是美国一些私人的机构的评估，就是乐观的是认为2030年中国的这个 GDP 就会超过美国，那悲观的话就右边这里，就是2038年的话才会超过美国。不过现在有第三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科技围堵还有贸易战的影响，导致中国的一些产业外移，所以一个最新的一个可能说法就是中国经济已经到巅峰了，所以未来就会变成缓速非常缓速的成长，甚至是
那个零成长，所以永远可能都不会赶上美国。那这个我们需要更多的那个就是量化来支持。好，那在那个经济的那个发展趋势之下，再来就是军备的投入的部分了。在目前看起来就是如果国防的预算就是军事的支出，美国维持在 3.8 的这个规模， 3.3 以上到 3.8 的话，那到2030年美国的军备国防预算支出会在9670亿美金。那其实今年已经是广义的美国广义国防预算是8000多亿了。那当然如果美国持续的那个扩张的话，应该还是会维持很大的量能。那中国的话，它的军事的支出大致上维持在 GDP 的 1.6 到 1.7、哦、那如果拉到 2% 的话，到2030年代就是在6270亿美金的规模左右、哦、这是美中的军事开支的比较。那当然这一种就是经济上的预估是采取通常采取三种就是曲线，一个是乐观的，一个是 中间值的、哦、就是线型发展，一个是悲观的。那这个预估是采取中间值的那个就是预估。好，那额外的就是可以这样看一下，中国的就是国防预算大概都占它 GDP 的 1.6 到 1.7 左右、哦、那就是中华民国面对强大的威胁，可是我们的国防预算长期以来还是也只占 1.7% 左右，这是一个很特异的一个样态啦。就是相较于其他威胁被威胁国家，比如以色列跟南韩，他们的国防预算都占 GDP 的 2.8%， 新加坡占的比较高是 3.2 左右、所以台湾在国防预算的增长其实还有一个空间在。那当然这些国防预算的增长不应该是那种就是扑通丢到水里就没了，就可以导入国防经济的概念，就像刚才丁老师说的国防产业。因为依照就是民主国家的统计，大概国防预算的投入在研发跟那个就是生产这个部门大概可以产生 1.7 倍的经济效果、那瑞典的话更高，它的那个代表性的战机产生的那个就是经济的效果是大概在4.3 倍左右，这都值得我们去一个就是评估。如果真的你要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话，那就是增加国防预算，我想是一个最基本的那毕竟台湾目前看起来政府支出最多的是社福，其次是教育，第三才是国防这是一个文化上的问题。那再来是一个财政文化上问题，就是依照目前就是个人的一个比较研究，就是各国的政府的这个支出占 GDP 的比例大概都是在民主国家，比如说美国代表在 34%， 英国到 52%， 可是台湾就是中央政府总预算占 GDP 只有 18%。所以就是我们的财政的文化是比较谨慎保守的，那相对的就是会对于就是其他部门会产生一些就是影响。比如说我们常讲说台湾的薪资常年就是拉不动，那可能就是政府没有那个就是比较多的那个公共的支出所以就会导致这样的状况。那当然就是联动到国防预算的分母就会变得小。刚才讲美国国防预算大概在8000亿美金的规模，我们可以这样说，8000亿美金差不多就是24兆台币啦。那等于是说，台湾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大概就是将近12倍，它一个部国防部就是你整个中央政府的预算的12倍。那它一个部它的预算就是你台湾全年的 GDP 加起来。还可以找你大概200亿美金，大概是这样去比较，我们就会有一个就是比较完整的图像。OK， 好，很快就是再来看地缘战略一带一路他们的 BRI 的部分，就是什么是陆上这个就是跟海上的丝绸之路，现在还加上冰上丝绸之路等等等等的，那其实就是
一个地缘战略上的部署。OK， 好，那美国印太战略，就是应对这种就是中共它这个中国它走从陆权走向海权，美国终于也醒过来了，就是在2000年刚才报告过，就是本来有预定就是把在太平洋的美军的海空力量增强，因为在大西洋方向就是已经没有那个苏联的威胁了，所以舰队就慢慢往西边的太平洋移过来。那在川普后期的时候又恢复第二舰队，那就是本来就是应对那个俄国的，那当时当然他们评估俄国已经越来越就是蛮憨，所以就是决定恢复第二舰队，那不料就是说不幸而严重。那重返亚洲就是当时的希拉蕊国务卿等等在任的时候所提出来的。好，那当时虽然说重返亚洲，可是还是着重在日本跟韩国合作，我说抑制北韩。那真正的就是这个印太战略开始就复合式的围堵、岛链的联防。那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开始做一种跳岛式的机动部署，而且提出这种中程飞弹的平衡、扩大联盟，就是 AUKUS 等等，巴拉巴拉的。那川普，虽然这位川普总统讲话有时候可能比较直接啦，也许我们可以称为他是政坛的巴顿将军，就是冲冲冲，冲到最后一滴油。那拜登比较像政坛的艾森豪将军，就是先把大家自己人瞧好再一起冲，但是他那时候也许就是他的团队还有就是川普总统对于他团队的一些预估可能就是比较信任，所以就是指责中共发展这个核弹头的数量，然后就是美国退出 Sky 那个 Open Sky 开放天空，退出中程飞弹的这个协议等等的中程核武的协议，就是认为说要去平衡中共这种核武的威胁。 OK， 好，我们再加快速度。好，那这是用来看一下就是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跟中共的这个就是他所谓带路倡议，其实也是他的所谓印太战略啦。上面我用红星标的就是中国目前所拥有的这个海外基地，看起来就是还是很少，还是只有大概五个主要基地，南海比较多一点了，就是三个主要的军事人工岛礁、军事化的人工岛礁，但是可以看得出中国在这个围棋里面已经开始在下它的这些下子了，那美国的部分这个基地是比较多的，但是看起来就是说它还是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开始去修正。那最近新增的应该不能说最近，就是冷战后比较特别，就是在达尔文这澳洲的北边这里，这个白星达尔文这里也变成一个新的基地。好，那这里是关岛，这里就是日本的冲绳一带了。 OK， 那这个图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中国它在渤海，就是北戴河，还有就是就是北京跟天津一线，其实它是它的一个国土防空的重心啦，因为要防御他们所谓的中枢。那美军的轰炸机就经常会这样子从日本海这样兜一圈过来，那有时候会更往北到这个黄海或是甚至渤海口这里一带。那中国就经常会在渤海这里进行军演，当然这里它通常是在那个它领海之内，或者是说渤海湾，也就是等于是它实际上的内海，就进行一些军演。好，那再看这个图的话，就是刚才跟各位报告的，就是南海这里就是这个比较深的就是深水区了，就是这里是中国潜舰的天堂。那它要对美国造成那个战略核三角的威胁，就是 ICBM 洲际飞弹、战略轰炸机，还有最重要的这个战略核潜舰，它就必须从南海这里到东海，台湾东部这个菲律宾海，从这个位置大概打到美国西岸，大概就是在8300海里左右，是比较合理的，它的潜舰飞弹可以飞的射程。所以巴士海峡这里就是变成一个就是水下走廊了。因为各位看，如果从台湾东北方这宫古海峡这里出来，其实这里就是潜水区，潜舰不容易躲藏，
哦，就是经过这里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你是谁了。那如果从东西南方这里过来的话，就是水深比较够，就比较有机会可以逃避，就是反潜机的追踪等等的。哦，所以中共为什么喜欢在台湾西南空域这里活动？其实各位可以看我标起来这个小红框，这个是台湾浅滩这里跟那个深水区的这个交界点，这种就是水温还有盐度会造成很大的那个就是那个折射面，就界面的那个阴坡的折射，就是有利于潜舰的躲藏。所以中国喜欢在这里练兵，海空就是反潜机等等在这边活动，那顺便替他潜舰护航，也监控美军。 OK， 那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就是在2027年或者是五年后，20年代中期跟末期的时候，除了中国之外，全世界大概会怎样情境？这个是从联合国资料整理出来的，大概到2025年的时候，全世界人口突破80亿，那这些人都要吃，都要取暖，都要吹冷气，所以能源啊、粮食就会造成更大压力了。所以到时候中国是不是会就是采取激烈的一些就是军事行动？除了他所谓的这种主权，对台湾的主权的诉求之外，那外部的环境也可以一并的来评估。OK。好，那还有一个变数就是这种气候的变迁。好，这个是美国的气候研究机构所做的一个评估，我们先看一下就好。就是在就是中南半岛这里会变得比较高温一点，这就涉及到之后会讲水资源的。毕竟中国就是控制湄公河的上游跟那个印度恒河的上游，就是它在西藏高原那什么雅鲁藏布江巴拉巴拉的盖一堆水库。那下游的这些国家就很痛苦了，就是你上头的水库水龙头一关，下面就完蛋了。哦，那同样的就是能源的需求，哦，就是这个比较红块的部分，就是橘块深橘色这里，就是中国还有这印度这里的需求会很大。那当然就是对于海运的这个能源的需求，海上航线就会更为依赖了。照中国自己的统计，他们到20年代中期，还是有63%的原油要走海路进来。OK，好，那这个部分，这个就是水资源了，大概就是这些黑色的毛毛，不是毛毛虫，黑色的这个标点，就是大概在对于水资源会比较欠缺的部分。哦，那在中南半岛这里，就是刚才跟各位聊的，就是恒河跟湄公河上游的控制在中国手里。事实上，这个水资源造成很多战争，包括那个以色列控制的那些什么屯垦区啊，巴拉巴拉的，都是挑过的，就是巴勒斯坦被占领的屯垦区，以色列的地质学家先去找，都是有地下水、有浮流的，那以色列就把它变成屯垦区，这样子他们就可以种东西。那巴勒斯坦人没水，还要跟以色列人买水。以色列人卖给巴勒斯坦的水不是这种地下水，是海水淡化过了，所以有一些天然的矿物质等等就会比较缺少。那在伊斯兰国就是还活着，还存在的时候，就是控制幼发拉底河上游的水坝等等，也是借由水来控制农民。好，我们很快看，就是刚才跟各位分享，就是在20年代中期，大概会有一些可能比较完美的一个就是一个风暴啦，就是人口大概就破80亿，全球的经济就是 GDP 平均会成长在3左右，大概全球的产值会落在95兆美元。那前三大经济体是美国、中国、印度，还有就是人文社会的部分，这也是联合国的资料，就是大概全球中产阶级将近55%，60%已经都市化了，这对于未来战场会有影响。然后英法族也占了60%，这一点对中国来讲特别不利，因为它会变成全球最就是人口红利，不能说人口红利，那个退休人口最大的国家，这对它的就是医保啊等等会造成很大的负担。那科技像大家说的人工智慧，大概会变成有点像是猿人的等级啦。
这样子可以做一个就是对照。政治的确就是依照经济学人的那个的估算，大概因为就是有一些新兴的国家可能会比较就是认为中国式的这种威权是比较有效率的，所以就会慢慢的就是放弃民主体制，那走向这种威权。这也是西方国家担心所谓中国威权还有它的数位威权输出的原因。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考虑，就是台湾未来的防卫其实不止我们自己的存活，对于就是文明的选择也很重要。 OK， 那这个是比较后疫情时代全球的就是自然条件的那个就是状况。第一个当然就是能源呢，就是可能会增加 26% 啦。那如果一些节能技术没有发挥效果，或者是因为价格无法推广的话，那能源需求会是现在的 2.2 倍哦。那加上就是这次俄乌战争，俄国就是限制了一些能源的输出，所以会可能更加恶化。水资源就少 40%， 气候大概升温 0.3， 这会造成粮食的那个产地的转移，变成赢家输家。那这是粮食的储量大概会减到很少的一个水准，就是当全球人口增加8到80亿之后，这个需量可能增加 50%， 那平均的全球粮食的储量只有39天。这是一些模式的推估。好，那很快的我们再看，就是当然台湾面对这种强大威胁，但是台湾不是乌克兰。第一个地缘战略很重要，就是量化来看的话，依照这是民航局的统计，就是台北的飞航情报区一年有170万架民航机通过所以中国的八月的军演其实是非常不智的。这个台湾的地缘战略不只是所谓的第一岛链对于交通也很重要，包括50万艘的这个轮船。那同样依照这是联合国统计，日本有92%的原油来自中东，那当然就要经过台海周边了。韩国有63% 的原油就要来自中东，那也是要经过台海周边。中国有60%来自中东，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台湾周边的这海空的运输线是非常重要的。这涉及到地球物理，因为就像削苹果，你削苹果上方的时候，那个苹果皮总是比较短的，就是所谓大圆航线不是说这里又要是被中国封锁，其他船就不能跑，它可以绕路，可是成本就高了那这些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一些可以跟其他国家合作的筹码。那战场样态当然也不同了乌克兰是地面战 Ground Battle， 就是它跟俄罗斯有陆地接壤，敌人走路就过去了。那台湾的话就是敌人还要好好的搭船搭飞机再过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反击的一个就是干港因为两栖登陆其实是非常容易挫败的，它包括第一梯队第二梯队还有运输补给线这些都是可以利用就是这种就是不同的飞弹防空反舰的来以低成本来达成一个比较有效的防卫。那共同安全就是刚才跟各位报告，这不只是台湾的存活，也涉及到日本韩国的海上生命线。所以安倍前首相说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是绝对有事的。日本的防卫政策以前讲的是专守防卫，从冷战的时候就说1000里的海上生命线，那现在这个就更重要了。同时台湾的这个安全也涉及到美国本土的飞弹防御，如果台湾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台湾是中国的夏威夷、夏威夷就是中国的船舰从花莲、苏澳就是出发，潜舰大概出去很快就没入那个太平洋的深处了那对美国的西岸的这个飞弹防御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好，那就是台湾小，可是历史上以少胜多，有很多案例，就包括马拉松会战，就是小小雅典拒绝当时波斯帝国的一国两制，不要送上土与水，所以就打了一个温泉关战役这个有拍成电影，就300壮士，那有点夸大了，可是战争史上的确是以小胜多的那后来的萨拉米斯海战，就是成功的这个所谓反登陆战，而且就是滨海决胜，
这个也蛮有趣的。那英伦保卫战，英国在二战的时候只有百架战机，可是可以成功抵御纳粹3400多架战机的这个攻击。赎罪战争更不用讲了，以色列差点亡国被突袭，但是他以小胜多，就打败大概5倍的敌人。那其他在更具代表性的就是在冷兵器时代，冷兵器当然就是人多好办事。坎尼会战，那个汉尼拔就是用10000多人打败就是重装正规训练精良的罗马兵团50000人，这也是以少胜多的。那坦能堡战役是另外一场以少胜多了的那个案例。最后一个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赤壁之战，那中国的就是毕竟当时的东吴跟蜀汉就是兵力也是不如曹操军那成功阻止曹操的那个就是攻击，而且是拒敌于彼岸就是曹操的那个船就中计，就连环计被火烧掉了，这也是拒敌彼岸。跟刚才讲的那个雅典这个小小的国家就是滨海决胜击败波斯的登陆舰队一样，就是可以作为一些参照。比较特别是因为刚才报告过，就是冷兵器时代就是人多好办事，数量是数大就是美，可是还是有人用小数就可以变成关键的少数，赢得那个压倒性的胜利。好，这代表我们在想不对称作战不是说文青式的幻想，而是说真的就是有机会做到了。那当然就是这个公民军队我觉得是值得讨论的啦，就是民主防卫，既然我们要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就是一些役期的那个就是兵役的那个制度等等就值得去探讨了。这里有特别挑了几个国家做代表，那把瑞典跟挪威放前面是因为他们是民主国家嘛，那他们因为就是人口比较少，所以就是保留9个月到一年的兵役。那就是 人口越少的国家，那征兵的可能就包括男女，台湾还不到这么少，有2400多万人，所以男生就可以了。就是其实这样讲，自愿役部队的确是比较有那个就是成本效益的，因为你训练一次它可以服役5年。可是台湾面对的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威胁越来越立即而明显。那第二个是结构上，就是我们的人口金字塔在转变。大概我算了一下，就如果以民主国家平均1/1000的人口愿意加入这个武装部队变志愿兵的话，那未来我们的人口就是一年男生可能只变成7万人，总出生大概会15万人、那男生大概维持在75000人。这样子从18岁到32岁，你可征得的男女，我是算男女，我就是这样子的规模，你一年只能找到9000人愿意去当兵，所以无法满足你的需求。所以这种情况如果严肃的考虑，就是恢复征兵制，9到12个月会是一个甜蜜点，也就是满足国家安全，同时对国民的生涯规划不会太有影响。那下面这里写的那个志愿役部队，志愿役的国家大概就是所谓的军队公民就是志愿役军人，他们是公民。那义务役的就是公民的军队那这一点是比较适合公民的军队 citizen soldier 会比较适合我们就是要保护自己的民主制度，但是人口又不够多，无法有效的就是说支持一个全志愿役的部队。比如说隔壁的日本有1亿多人，可是他的自卫队在招募人员的时候还是非常辛苦那我们只有2400多万人，这一点就是可能我们要去严肃考量的。好，那最后就是其实台湾的对应就是对应到2027年中国海军的这种投射能力的增加，有一艘正规的福建号，2艘近海的比较辅助型的这个辽宁号、山东号，还有可能4艘的这个4到6艘的动75的37攻击舰，8艘动拐腰的这个2栖攻击舰，还有60几艘的坦克战车登陆舰。无论如何就是它海空的投射能力的确是增加。那我想就是大概台湾要应对大概有几个考量，安全合作，也就是
跟美国或者是这些民主国家的这种安全合作，一定要展现你自己的防卫决心跟意志，才可以稳固他们协防的这个意愿。第二个，真的要严肃的考虑合理提高我们国防预算，这个比例刚才报告过了。那第三个，这些预算一定要让它发挥经济的效果，那这也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就是从旁边看，就是中国讲军民融合，就富国强兵富国。那在北约的讲 smart defense， 每一块欧元都要对欧洲的经济产生贡献。然后到美国的 offset strategy， 就是抵消战略，都是结合这种商用的规格的产品，强化变成军用规格。那第四个就是后备，就是预兵于民的，包括这个兵役的评估，就恢复成10个月或一年。这个我还是稍微补充一下好，为什么说10个月到1年？我觉得是合理，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是所有的国家，就是包括代表性的美国，地表最强陆军的美国，新兵训练大概是10周，这个公开资料。那瑞士它大概是18周啦，所以大概你可以从一个百姓变成一个就是接受基本训练的步枪兵，合格的步枪兵大概在3个月左右，平均可以得到一个步枪兵。那接着他进入部队之后，依照统计，大概花3个月去熟悉，就是这个单位的人事物，还有他的任务。那这样子就6个月过去了。那剩下4个月，他可以对于这个服役的单位开始产生真正的贡献，那就是10个月。那当然1年的话，就是对部队的贡献就是6个月。那这样子经过10个月或12或是1年的服役，他其实后来退役之后，一些就是战绩等等会比较成熟完整一些些。那当然就是不对称兵力，其实asymmetric strategy 或是 force， 我们如果借用企业的概念，就是 second curve， 就是第二曲线。线上朋友如果说有那个气管的，可能知道第二曲线的重要性，就是你的这个竞争性产品快要到顶端的时候，就是企划人员就要开始准备第二个有竞争力的产品了，免得他就是第一个 S 曲线就往下走，那公司就没有竞争力了。所以其实不对称兵力跟这个逻辑是相通的。那接着就是台湾小，的确那当然就是因为我们比较幸运，有个海峡跟敌方区隔，敌人很难走路过来，游泳不过来，所以我们可以维持有限的海优跟空优，那其实就是一路自海一路自空啦，这是优先的投资。你可以用有限的资源就是去抵消敌方的数量优势，最后就是善用地形的，就是台湾麦克拉瑟说台湾是不成的航舰，这的确太贵了，那个飞机一架 F-16 可能要将近6000万美金，你大概可以买60枚的飞弹。那台湾从北到南有200座的高山，你在1500公尺的海拔，用地球曲率去换算，就算你没有雷达，用光学器材，你在1500公尺大概可以看到周边100公里左右的海面，所以就是一种善用地形，你没有雷达了，你还是可以用这种光学器材、红外线器材去监控周边的战场环境100多公里。那就可以有大致的坐标，可以让飞弹发射出去自己找了。OK， 好，那这就是今天一些就是简单的概念跟各位分享。那最后这个是新加坡的那个政府的支出的一些比例，大家请参考就好。好，以上，谢谢。好，谢谢苏所长。不知道能不能请苏所长呢，就是您的分享画面，就是保留一下。那个我们倒数第二张投影片可不可以？哦哦，好，我刚才在分享画面的时候，我的人应该没有出现吧？罗仪，那个如果分享画面的话，讲者的人像看不看得到？可以吗？好，对，那我想说分享倒数第二张也许有助于后面的问题讨论。好，对不起，我切一下这个。没关系，嘿，没关系，就您慢慢来这样子哈。好。那这样子好，就是说在这期间呢，这个线上的朋友呢，
大概陆陆续续提了五个问题左右，那我们就我想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哈来请两位讲者回答一下。那丁教授呢是有在我们的留言区做了文字的回答，不过我想可能还是我们在就是在口头上来做一下回应哈。那首先前面两个问题是问丁教授的哈，第一个问题是说请问丁教授哈，那个中国应该是把比较尖端的资源放在航空军民的产业上面哈，但是中国攻台呢不可能只靠空军，那这是不是代表呢中国其实没有把攻台作战放在首要的国策上？这是第一个问题，是不是先请丁教授呢先谈第一个问题。我想应该是嘛，就是说1995年、96年台海危机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哦。那么经过那次危机以后，他们其实认为未来台海有任何冲突的话，美国应该会介入，但只是说介入的方式是怎么样，那可能这属于战略模糊的问题哦。那么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军力发展第一个可能要考虑就是怎么样来阻挡美国。那么所以因为美国当初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所以中国就想要就是说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来反制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那么他们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说，是不是由中国的弹道飞弹那么可以来打这个移动的目标，因为航空母舰在海上是移动的嘛，还有军舰。那么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发展什么东风21或是东风17或等等哦。那么这个主要的目标是，也就是所谓的来反制美国。但这里面现在所谓反制美国到底是要是说只要把美国驱赶走就好，让美国不靠近台海，或者说要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能靠近台海，还是说要真正把美国的舰队呢这个做有效的摧毁啊，这是不同的概念，不同的概念用的方式处理的方式就不一样，可能要发展的武器可能也不一样啊。就总而言之就是说对他们来就是说怎么样来因为他们知道美国可能会介入啊，那么所以他们要必须想出各种办法来这个防止美国介入，来这个来阻挡美国介入。所以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是说他们发展的武器可能不见得是这个航空或战机这种航空工业的武器，甚至还牵涉到造船。因为如果就像最近我们媒体有报道，中国军舰在8月初军演以后，那么有定期有军舰在我们台海的东边，那这个东西除了，也就是说中国除了用这个弹道飞弹来攻击这种移动的目标以外，海上移动目标以外，是不是他们的这个海军也要有一些要有部分的这个海军力量在台湾的东海岸来阻挡美国的靠近等等哦。所以这里面可能不只是航空工业，还牵到造船工业，那这里面也牵到这个中国怎么做远程的指挥控制，从北京的指挥中心，那这里面当然牵到这个各种卫星的这种通讯指挥的问题。所以总而言之我的答案就是说，它不只是怎么样就是说来挡住美国是一个最大的考虑。那么当然如果说挡住美国，那当然对他们就是说台湾的军力就相对好应付，我想这是他们的想法。所以这东西不是说他们不想统一台湾，而是说怎么样来有效的来挡住美国，让美国不介入可能是更重要。好，谢谢丁教授哈。那这个第一个问题看起来似乎也是在就是说提一个疑问，就是到底中国有没有把攻台当作一个就是优先的国家政策。那也许这个问题等一下也可以请我们苏所长呢也一并回应，等一下哈。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问题啊。那第二个问题是说，中国既然是集权国家哈，他要做什么就有什么，为什么他还需要从资本市场来吸取资金呢？好，这样子啊，他们不是很有钱了吗？那是不是请丁教授呢也跟我们谈一下这个问题？
怎么讲？国防工业哦，因为这里面牵到从太空到水底下哦，它的这个范围非常大。同时，因为它的范围很大，那么它所牵到的种类很多，它真的是需要大量的资金哦。那么我刚刚讲就是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坦白讲，中国工业基础很薄弱，那么那他们现在要开始追赶的话呢，那要投入大量的资源，所以也就是说，光是拿官方的资金可能都不够，而且可能要这个用社会的资金。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东方人，包括中国、包括韩国、日本，包括我们台湾，其实坦白讲，储蓄率都是蛮高的。那么那的确是一个，的确是一个庞大的资源，中国可以用来这个可以拿来用的。所以为什么？他们也学美国或者学很多西方国家，把这些国防工业的这些企业呢，把它让他们股票上市啊。那么，但这里面我必须强调，他们有分类啊，分成4大类啊。那么，第一大类他们叫做国有独资，就是说，比如说像沈阳飞机公司，等于说做最后的组装厂。那么，从沈阳飞机公司也做整个战斗机的或者各种这个军用机的这个一开始的基本的设计等等啊。所以，它是一个最核心的啊，那么所以那这些东西来讲，它虽然上市，可是呢，它的买卖可能会受到蛮多的限制啊。即使你买它的股份，你不一定能进到它的股东会。总而言之，就是说，它透过这种方式，的确是可以从社会拿到很多的资金来做，来帮助国家来分摊这个研究发展的这些费用。我再强调一点，就是说，国防工业，坦白讲，它真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它的门槛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因此它的很多的研发的这个基础，同时研发的这个费用，坦白讲，基础费用都是非常的高，所以为什么即使官方投入还不够，那最好还是能够用社会的这个用从这资本市场取得社会大众的资金来做这件事情。好，谢谢丁老师哈。那接下来第三个问题是要问苏老师的，不过苏所长现在好像不在座位上啊。那不过没关系，我们后面还有几个问题是就是要问两位老师的啊。那也许就先也就先请丁教授呢先来回答一下，回应一下啊。那这个问题是说啊，这个中国一直宣称，航母杀手可以吓阻美航啊，像96年这样的介入啊，那美国会有何什么反制？然后美国的环太军演的操练呢，这个作战团是不是有用？问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问两位老师的，那我们是不是就先请丁教授先我们回应一下？我觉得这里面我就是说，固然就是，很理想，就是用这个弹道飞弹打这个移动的这个海上移动的这个船只啊。可实际上，这里面有个很大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弹道飞弹，因为它的速度非常的快，那么特别是当你要下坠的时候，你要在调整方向，这个技术上，坦白讲，我不是搞这种技术或是这个理论科学出身的啊。那么，我觉得对我直觉上，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高难度的。所以，到底中国是说发展成功，可是到底能够有多成功？坦白讲，我个人是有点问号的啊。那么，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说，除了这个弹道飞弹以外，中国现在也大量制造、研发各种的战舰啊，包括潜艇。那么也就是说，除了弹道飞弹以外，他们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些工具呢，也部署在太平洋上来阻挡美军靠近台湾。就是说，万一这个弹道飞弹失败的话，他们还有第二个准备或第三个准备等等啊。所以，也就是说，到底中国这边有多大项，可能只有到时候来看啊。我觉得美国的军演，我觉得我们太重，我就是高度重视环太平洋军演啊。我觉得可能我们要另外观察，有一个叫做这个另外就是在环太军演以前，在这个南太平洋，就是马歇尔群岛到帛琉，那一带，美国有另外一个叫做勇士
叫做 Valiant Shield 哦，叫做什么勇士盾牌哦，大概翻成勇士盾牌演习。那个勇士盾牌演习，我觉得可能才是最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因为美军也知道中国军力发展的很快，那么美国也知道中国如果万一真的跟中国开打的话，中国可能会先把不管是在琉球或者关岛的这些基础设施或者港口把它打掉。那么所以美军现在基本上就是用这种所谓用分散的方式，那么平常可能用分散，当然这里要透过很多的演习啊、哦、那么透过这种分散，然后再暂时怎么样来从各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分散，然后往一个固定的地方集结作战啊、哦、所以这个东西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勇士盾牌其实他们基本就我了解有限了解的，他们在做这样的演练啊、哦、那么这个东西也就是说来避开中国对这个美军在这个怎么讲亚太地区这第一级的这个就是第一波攻击啊、哦、那么我觉得这个演练可能才重要，因为这个东西是只有美军在演练，并没有其他国家，所以美军他做这个演练一定是有很多的假设在里面。这个假设包括就是说，万一真的琉球如果真的被美军被解放军攻击以后，所以美军现在要采取分散的方式啊、哦、等等，才能够保留战力啊、哦、那么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勇士叫什么 Valiant Shield 这个演习，其实我觉得才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啊、哦、因为环太平洋军演里面有许许多多国家，那么坦白讲这些国家真的在万一真的有冲突的时候，他们是真的愿意来跟美军一起作战，我觉得我个人是抱着一种稍微怀疑的态度啊、哦、所以某种程度我结论就是说，我们可能过度夸大了环太军演的这军事意义啊、哦、那么我觉得军事意义可能要看这个Valiant Shield 这个演习可能才实际一点。要我先回应到这样好吗？好，谢谢丁教授哈。那不知道苏所长能不能先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补充能说明一下？好，我提供一些简单的补充。第一个就是用弹道飞弹攻击航行中的这个船舰，理论上可行，可是实务上战术上会有它的这个难度哦。我们可以这样讲，中国近年的确进步非常的快速，它在新疆罗布泊有布设很多的靶船大小的这个就是弹着区，用弹道飞弹攻击这些靶船大小的弹着区，比如说驱逐舰，就长度可能是在150公尺，宽度在大概16公尺这样的弹着区，航舰就长可能300公尺，宽可能85公尺，这样子它都可以精准的打中，就是静态的目标。同时中国也有就是进阶的部署这种动态的模拟船舰的目标，他们号称有打中啊，但是就是从卫星照片上看起来可能无法证实。好，这是中国它的诉求。那接着就是在科学上的一个一些客观的条件，就是弹道飞弹要离开大气层，就是依照太空科学要达到低宇宙速度，大概每秒8000公尺才可以脱离这个地球的引力，到100公里高空就卡门线大气层外面，那接着开始调整飞弹的姿态，开始就是要头朝下就是进行重返。那接着它进入大气层之后会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热胀，就是如果你速度太快的话产生的那个电浆会遮蔽电磁波，那你这个飞弹根本就是没有那个就是导引能力了。那他们的解决方法从公开资料来看，第一个是降速，就是重返大气层之后也就是在100公里的高空就是开始减速、哦、那到大概每秒5000公尺就是这个范围，或是就是可以不让电浆产生的速度，可以开始就是启动飞弹上的这个雷达去搜寻海面的船舰，或者是从飞弹的尾部，就是它跟那个推进段脱离之后只剩下弹头段，那用尾部的那个天线去接收所谓的北斗这个卫星定位系统来调校自己的位置、哦、那接着开始瞄准地面目标，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确有很高的机会可以打中固定目标，可是船舰在海上跑，比如美国的航舰战斗群大概跑30节，
的时候，大概将近时速55公里哦，那可能会用那个所谓励志航行，就是躲避，哎，就是用这种左拐右拐的方法来那个改变它的轨迹，所以要打中这样的一个就是移动目标我想难度是很高的。那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这个防卫的一个战术跟战法，主要还是依赖就是美国它当然也是从 worst case 去考虑，就是无论你的飞弹是不是可以达到这种航行中的船舶那它自己要有防卫能力，所以所谓的那个就是标准三型的飞弹，就是设计来拦截这大气层外的这个弹道飞弹那它大概可以飞行到120公里的高空，也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就是美国航舰战斗群在就是西太平洋航行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有飞弹从中国发射，第一阶段是卫星先看到那个飞弹发射的时候尾部的那个高热的火焰，那提出预警有飞弹发射了，那接着就是台湾的乐山雷达就开始追踪从你开始爬升到大气层那一段，乐山雷达大家可以描绘出这个飞弹的轨迹，就跟棒球的那个看到高飞球 飞上来了那接着就是到达穹顶，也就是大气层的正上方之后可能美国的神盾舰就开始可以抓得到它了，就开始描绘它可能的弹着区，然后就是下令由那个标三飞弹进行拦截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况，这是硬杀 hard kill 的部分。那可能还有软杀，也就是一旦真的爆发战争，那可能中国的海洋侦测卫星就是它所谓风云系列可能就会被就是想办法遮蔽掉了，不管是干扰或者是其他手段，就是可能让它这个风云系列的海洋卫星就无法去侦测这个你的海洋的这个一些热讯号或是可见光的讯号当然大家都知道中国它很喜欢就是说这种军民两用，就是就是它一些民用的这种大气卫星或者是海洋卫星都带有那个军用的这个功能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就是硬杀软杀都是一个美军防护自己航舰战斗群的很重要手段。就像刚才丁老师说的那个他在冲绳的基地还有在关岛基地就是可能会变成这些固定的基地会变成中国打击的首要对象，就是变成另外一种飞弹的珍珠港。所以美军10年前就开始准备了，就是第一个他们强化这个飞机的掩体他们也有公开资料，美国人的资料倒是都挺透明的，就是这些掩体要强固到大概16尺的一个厚度大概6公尺的这个混凝土的厚度，就可以抵挡这个弹道飞弹弹头的直接命中那第二个就是增加这个爱国者飞弹在冲绳的部署来拦截来袭的这些弹道飞弹，那在关岛又多增加这个萨德飞弹这样子就变成就是他们对应中国这些飞弹对于固定基地还有就是航行中船舶的主要手段。好，以上给各位参考。好，谢谢苏所长的补充哈，谢谢两位老师对这个问题的说明哈。那接下来继续问哈，就是有线上的朋友问说，台湾的能源呢是高度仰赖进口的哈，所以如果中国封锁台湾的话，台湾的就是能源大概没办法撑多久，所以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台湾真的应该要依靠核能发电呢？问这个问题啊。那请问两位老师呢是不是都可以分别跟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OK， 那看是请苏所长还是丁老师先 ？OK， 好，那个。我想这个如果真的有冲突的话，那么即使我们大型的核能电厂可能也都会被可能都会有问题啊。那么不管是有意或无意的攻击，就像最近乌克兰那个核能电厂一样啊。那么
所以也就是说，大型电厂是可能是都是可靠，我觉得那其实都是蛮有问题的啊。最近因为讨论很多，我们的好像天然瓦斯储存量大概只有不到1个月1周吧，那么石油也非常的少啊。那么所以现在有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这个小型的核能发电啊，那么最近在欧洲做了很多开始在似乎可以商业化的生产啊，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啊，那么也许我们是好好把这个小型核能的这个研究一下，是不是可以把它引进来啊？那么一方面因为它比较小型的，那么它的安全度更高，它的成本也相对低啊，那么所以这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项目啊，那么，但这里面我们知道，台湾现在的执政党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反核的这种想法啊，那么我不知道这个部分是不是政治上可以克服啊，不过的确就是我知道最近欧洲有这种小型的这个核能的这个发电已经开始走向商业化，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倒是可以考虑的，就是说作为一种能源的补充品啊，那么我基本上。万一真的有冲突，台海有冲突，那么两岸真的如果真打起来，我觉得，能源的确是一个蛮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家可能要有一种这个怎么讲，这个忍受或是这个一些牺牲的想法。那我刚刚讲那个小型核能的这个发电的话，也许可以当做一些补充物吧。我大概就我有限的了解，大概是这样。那么，是不是请苏所长回应一下？好，简单讲就是台湾的对能源的那个海外的这个依存度大概在97%左右。那绿能目前还不能补充上来，这是从能源的角度来看。那从法规的角度，还有就是实务面来看的话，液态燃料就是原油，大概台湾的存量大概会是在4个月，也就是120天左右。那固态的燃料就是煤炭，大概可以到5个月哦。那最脆弱的是 LNG，就液化的天然气哦，大概目前就14天哦。这有很多种论述啦，就是一个论述是说你的液化天然气大概储存14天之后就会产生解离的现象哦。那但是从目前就是各国对液化天然气的这储存来看的话，这技术问题应该是可以改善。那第二个，因为你的这个储量的确是有限的所以在真正暂时的时候可能国家进入紧急状况，那么电力的供应就不会说像是目前的这一天到达将近3400万个就是kilowatt 的这个一个供应量，因为会把工业部门的先就是减少。那这些电力会优先就是维持政府的运作、部队的那个运作，还有就是民生部门的运作。那大概会在900到1000万千瓦左右的这样的需量。所以你原来预设120天的这个对不起，就是将近4个月的石油，也就不会再供应给工业使用，都会给那个就是基本的维生需求的使用。同样，电力也是一样。好，这是一个应急的方案。那核能我们待会再谈。同样是应急方案，这是依照统计，台湾在2000年的时候，这是停止煤炭的开挖，因为当时产生矿灾，而且国际的煤炭的那个价格比较便宜，所以台湾不小心在地下储存了大概1.9亿吨的煤炭。所以，如果说不要说战争，如果说是大规模灾害等等了，就是其他国家无法输出这些燃料的时候，台湾还可以有1.9亿吨的煤炭，就是可以自行采取。那依照就是热当量，之前我算过，就是如果只供应卫生部门跟民生部门的话，这1.9亿吨的煤炭大概可以供应台湾大概。在大概18个月，也就是1年半左右的这一个基本的使用，这是从燃料安全来看。那第二个就是核能，的确像丁老师说的那种，
就是小型的核电，现在可能会变成一个未来的一个考量的方向。那我想政府他们应该所谓的那个对于核电的不安全感是来自于那个大型核电厂一旦出事，周边30公里就变成逃生圈，无法住人。那如果未来的小型核电这是技术跟成本都更成熟之后worst case 一样最坏状况，它一旦出事而且无法处理的话，它的逃生圈可能只有几百公尺，那这样子对于国土狭小的一些国家来讲就会有就是这种安全上的那个疑虑就可以就是减少，所以它这个可能在未来十年之内会变成一个考量的一个选项。那最后一个是在那个结构部分很重要，就是分散式的小型发电这个部分我想是可以去重新思考的，因为分散式的小型发电先不要讲战争灾害，也就是战灾就在陈平时期，分散式的小型发电你的输送的线路比较短，所以那个就是电阻的损失会比较少，大概现在一般统计就是你从大型的电厂把电经过高压电线 161K 或是就是三十几万伏特的这个高压电线输送，大概损失30%的电力，所以就是在采取就是小型电力发电厂的情况的话，那你无形中就可以就是减少这种能源的损失。那同样的，在面对地震这种大型天灾或者战争灾害的时候，小型的发电厂存活率就很高就相对目前的系统来讲会有比较好的韧性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这些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部分。好，谢谢两位老师的回应那再来就是还有几个问题，我们应该还有一点时间，虽然现在超过9点钟，不过我想可能在一点时间是 OK 的这边有一个问，有两个问题是要请教苏老师的这个问题是说美国对于中国的复合型战略围堵现在的这个战略型这个战略围堵呢，可以称之为新冷战吗？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美国的军费可以超过 GDP 的3%，但是中国却是在2%？是不是可以回应一下这两个问题？好，我很快提供一些个人的观点。就是这种复合型的围堵，就是你要把它称为新冷战，我想这个可能要再评估一下因为冷战时期的样态可能就是美苏双方的往来是相对有限的那这种就是称为复合型的围堵是不是可以称为新冷战目前看起来我想就是在定义上还是有一些要考虑，主因是美国对于中国的这经济或科技的围堵是选择性的它并不是说这样子就是筑起一个就是围篱像丘吉尔说的铁幕就是整个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在冷战的时候那时候有几个很有趣的指标啦。第一个就是前苏集团还有中国就是他们在早期的时候一切都跟西方相反，比如说红灯行绿灯停，甚至连汽车的正负电系统就是都完全不一样就是要讲究这个社会主义的纯正跟资本主义完全不同汽车的正负电系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案例，你现在开的车子或骑的机车负电都是接在车壳上面那正电接到那个灯具或是启动马达叭叭叭的，那当时就是共产集团是相反的好，这是一个案例。但是在冷战的时候也有一个例外也是很有趣，就是当时在1970年代的时候，美国有很多的谷物出口的大宗是给前苏联所以当时出口给前苏联其实就是应对当时的氛围，就是希望透过经济的往来来降低军事的对峙 OK 所以说目前的这种复合式的这种围堵我想离冷战的这个距离还有一段的那个就是差距，特别是欧盟对于就是中国的这一种就是往来看起来目前就是还是蛮高的
毕竟就是中国已经变成就是欧盟一个很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我想用冷战来做这个比喻的话，我们可能要更谨慎。那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那个美国军费的占比，哦、对、对，就是其实这个部分是每个国家的那个政治文化的不同，也就是中国它在以往我们有分享过，它是走富国强兵，先把国家富起来再强兵，所以主要力量集中在那个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虽然中国人多然后地也大，可是它还是有缺一些资源，所以用早期这种人口红利去换取国际贸易上的这种物件的交换，也就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那美国的话，它的就是国家战略，在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子，它就是把一些危机就是围堵在国外，所以它会花费比较多的这个军费，他们认为这样子是值得的。那同样的就是还有战略文化的不同，比如说刚才有跟各位分享的韩国的军费是占 GDP 的 2.8， 以色列也是，新加坡占 3.2， 就每个国家它的政治文化可能就会决定这个军费它的就是占 GDP 的一个比例。那无论如何就是说 GDP 的2%到3%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样态。那由你的政治文化还有你面对的就是地缘上的一个威胁，那来做一个调度，大概会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它不是一个公式。好，以上给各位先进参考。好，谢谢，谢谢两位老师。那我们线上目前提到的问题最后有一题，也跟 苏老师最后的这个最后的那个兵役制度相关。这个提问是说，这个因为我们面临少子化的情况啊，就是出生的人口呢减少，那么在征兵制底下到底能够征到多少兵呢，这样子哈，那是不是反而是要用募兵制来补足人力呢？那个请苏老师帮我们回应一下。 OK，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看，就是募兵制就是各国大概都一样，就是不是缺军官，最缺的是这种士兵。那依照我们的人口来看的话，适合当兵的年纪大概18到32周岁，那这样的人口就是要去满足21万的一个武装部队的规模，未来会有困难。就是你每年可征到的可能就是大概在8500人到8800人左右，也就是无法满足这样21万的一个兵力的需求。那第二个就是如果征兵的话，以未来这个就是人口统计，每年大概15万的出生人口，其中一半是男生的话，7.5万人，那如果是服一年的兵役，你每年就是有7.5万的这个士兵这是可以加入武装部队。那如果是10个月，那可能就是12/10，大概之前测算每年会有58000多人的这个士兵加入武装部队那满足就是部队基本的一个人力的一个规模跟需求。所以我想这就是刚才会举民主的这个国家作为案例，就是包括人口数比较少的瑞典还有挪威都还是保留一年的兵役，以色列人口大概800多万，也是维持大概2年多的兵役。可是我想就是因为它是地面跟敌人接壤的国家，那台湾是海洋国家，我们应该不用到2年多的这种兵役，我们大概就是维持10个月到12个月之间，会是一个平衡点。那这当然是公共政策可以要经过更完整的讨论，我想这样子是一个就是可以取舍的一个方向。谢谢，谢谢苏所长。好，那不知道丁老师呢有没有什么可以帮我们补充的？好，那最后我就想就是谢谢那个主持人跟那个丁老师还有各位线上的朋友最后就想分享那个美国的那个开国元勋，也就是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的那个说法，就是我们这一代学政治学军事，就是为了让下一代有自由学
艺术，学绘画，学那个经济，我想这样子一个论述很可以让我们去深思，就是为什么要谈论今天要谈论这样议题。好，以上谢谢。谢谢苏老师。好，那不知道丁老师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些补充或者是总结呢？丁教授，您的麦克风没有开。呀，基本上就是坦白讲，目前中国大陆跟台湾这种自由民主的这种差异是越来越凸显啊。那么过去几年在习近平执政之下，中国的这个社会的这个高压统治是真的是越来越已经到一个几乎是走回头路的程度啊。那么这里面但就牵到就是到底我们的中华民国存在的目标在哪里？那么，那如果我们要保持我们自己的自由民主制度，那当然就是，怎么样来强化我们的国防？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好吧？我就先讲到这边。是，谢谢丁老师哈。那今天很谢谢各位就是朋友在线上听我们的节目哈。那在提问当中有一些问题，其实还蛮值得往后继续的讨论下去，例如说刚才提到这个能源准备的问题哈，我们苏所长呢做了一些有一些回应哈，不过也许有一些更细致的讨论，未来也有机会的话，也许可以再做更多的详尽的讨论这样子哈。那今天就谢谢两位主讲人哈，为我们带来这个精彩的这个讲座这样子哈。那我也要借此机会呢，就是跟各位线上的朋友说明一下，我们金明联哈是反服贸318学运之后这个从反服贸民主阵线转型过来的一个团体。那我们的这个目标哈是致力于抵抗中国政商势力的这个侵入哈，防卫台湾的民主，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团结永续的新国家是我们最大的宗旨。那各位也可以看到，这个金明联在这几年来哈，除了个别议题跟行动之外，我们也会筹办像今天这样子的这个让大家一起来思考台湾的这个命运哈，台湾的分析台湾的局势所处的世界局势等这样子的活动哈。那所以很希望线上的朋友呢，能够给予我们金明联呢支持啊，继续支持我们这样子。那我们再度的感谢今天两位主讲人啊，谢谢丁老师，谢谢苏所长啊。那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就到这个地方啊。那谢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好，再见，拜拜。